你預咗你隨時離開，亦都隨時加入嘅。咁所以大家唔需要話，我今日一定要嚟到十一點咁樣。咁所以大家隨時離開係非常歡迎。咁都希望大家可以補翻留翻少少空間咧，俾新入嚟嘅朋友咧可以參加今日嘅集會。自己咧係一隻99嘅 IT 狗嚟嘅，咁咧就長話短説啦。咁喺過幾十年咧，覺得咧，咁喺香港咧要爭取到真嘅民主咧，係唔推翻共產黨唔得嘅。對。而咧，我相信咧，今次香港運動已經正式打開咗共產黨滅國嘅大門。對。香港係共產黨嘅命脈，係共產黨嘅咽喉。如果香港攬炒，共產黨即刻玩完。所以好想大家，我今日想講咧，係想講翻共產黨。我咧喺連登咧見到咧個 banner 咧整咗個英文詞彙非常之好 ，China 加 Nazi 等於 China。我希望大家咧係咧將呢條槍咧 spread 俾啲外國朋友，咁啲外國嘅平權分子就會發曬癲。幫我哋。咁除咗之外咧，我想講就係關於新疆集中營嘅嘢啦。咁其實新疆集中營發生咩事，大家都好清楚，因為我哋唔使翻牆啊。即係例如我哋知道新疆嘅一啲女性啦，被強行絕育啦，被性侵犯，消滅語言，消滅宗教，消滅呢個民族嘅意識。我好肯定咁同大家講，我哋咧冇得翻轉頭噶啦，今次。如果我哋失敗咗咧，香港即刻變新疆，個700位疑似加埋而家喺監獄嘅梁天琦嘅下場，一定係死喺新疆集中嘅。我想講嘅就係咁多。好，多謝。因為排隊嘅比較多，我哋而家開始。